欢迎各位再次收看《虎父骑车的变形金刚》分享时间，这是我们1859集。我们今天还是给大家分享专复刻的玩具，这是Lodimus Prime。它的包装盒呢非常的漂亮啊，各方面的印刷都非常的精美，而且它是一个有收藏价值的一个打开透明的一个盒子。那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其他的玩具啊，烟雾，还有吊车，这个是 Thundercracker， 还有我们这一次的玩具就是这一款了啊。那可以看到它里头是一个车形态在做一个展示的。那这个的话呢，这种房车在老美的电影里头有时候是有机会啊能够去看到的。那我们这个东方的话，可能亚洲的话还是应该没什么机会去看到啊。那它的一个轮子的话呢，6个啊，滚动性很好。然后玩具本身的塑胶也非常的扎实，上面的火焰印刷非常的漂亮，这应该是感觉像是贴纸贴上去啊，博派的标志在上方，车头啊这个真的是非常的优美啊，然后漂亮的排气管，那底部就是这样子。那从后方来看啊，后方就没有什么细节的刻画了啊，那我们的话呢就来示范一下它的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变形过程啊。等一下，但我们先看一下好了，这个是前几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个 Bumblebee 大黄蜂，然后这个的话呢只是一个战机，这个有没有符合动画片里头的比例啊，我也没有很清楚啊。那我们变形的时候呢，是把这个部分呢往这里拉出来，它的一个主要的结合卡钩是这个地方，这个凸啊跟这个地方啊有一个组合的位点。那我们先把这个人形的话呢，如果拿掉了这个后面的这个房车的部分就只有这样子了。那它的变形的时候呢，有一个是要拔叉，就是这个翅膀的部分要拔掉。那在这个情况下呢，我们把这个脚尖给放出来，然后呢车子的前轮两侧给拉开，拉开之后的话呢，是把这个部分一样要跟着拉出来，这里的话呢才能够做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翻折，把它给做一个前后的一个翻折，再把这个头的话呢从这里给扣出来，这个部分再扣回去，那如此一来，这个体型非常修长的一个像是篮球员的体型的Lodimus Prime， 那它的这个本来装在这里的这个翅膀就直接装到上方啊，没有这个翅膀的话呢就是感觉就是非常的奇怪了啊。那它的附带的武器一把长的很长的一把枪啊，这个枪的话呢就直接的把它握在手上，而它的人形的可动的话呢其实就很少啊，只有手臂的这个部分，然后他手的话也是有一个有一个虚位，就是有一个齿轮的一个结合的一个点的啊。那你360度的转动的话呢，就是要稍微躲一下后面的造型啊，所以说也是算有了啊。然后后方给各位看一下，没有多少细节啊，那形象也就如此这般了啊。那这个都是用贴纸来呈现它的一个细节。那它的这个货柜，不得不讲货柜，房车的这个后半部啊，就直接从中间给做一个打开，两侧打开，打开之后的话呢，它这个部件是可以提出来到这边，它还可以再拉高拉起来，而拉起来之后，它的这个部分刚的两个黑色的部件就是扣在这里啊，就是一个像是防护的一个护盾吧之类的，把它放在这里。好，那我大概看了一下呢，我没有看到它有一个弹射的子弹，应该就是没有。那它因为它有轮子，所以它在这个状态下它还是有一定的一个滚动性。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Lodimus 给放上去，然后做出一个类似在驾驶这个炮台的一个感觉。哦，个子很高啊。那这个的话呢，就是 G1 的这个 Lodimus Prime 洛迪文。那老玩具吧，就用料就很扎实，乐趣性当然还是有的。那就利用这一集的话呢，给各位做一个分享。再次感谢中华影月兄为我们提供这个玩具，让我做这个节目跟大家一起分享。谢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